学假期啱你。Hello， 大家好，呢度系大学假期旅游行程播报。今日我同大家推介嘅新线系暑期玩乐玩水线路，带俾大家一个欢乐嘅暑假。棕榈谷水城位于御景湾酒店旁，呢度摄政宜人，空气清新，绿色如荫，别具异域风格。内设五个游泳区域、休闲池、海浪池、儿童池、环流河同埋高空滑水，是东莞最大最优美的水上乐园。其中融合了独特的天然环境、地势同埋巧妙的设计构思，既可欣赏到浪漫迷人的海浪沙滩，又可享受到刺激有趣的水上活动。松湖烟雨被评为东莞百景之首，位于科技共山水一色的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八平方公里水面的松山湖，四周风帘环抱，湖面烟波浩渺，湖鸟轻鸣，雨齐红出时分，云蒸霞蔚。42公里长的滨湖路曲径通幽，路旁是绿意嫣然的荔枝林和多品种果园，树影河沙，风帘绿树倒影湖底，波光烟雨清脆流荡，以烟雨命名，突出其清城和雨齐红出时分的美丽景色，寓意松山湖的美好未来。有广东四大名园之廖慕香寺的美名，外观古朴，色彩鲜雅，有着鲜明的岭南建筑风格。雅香街将廖慕原有的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有价值的历史风貌建筑保护起身，令大家感觉到古老乡市的韵味，观赏到广东最原始的老街小巷，品味原生态文化气息。海鲜肥牛自助火锅宴一直严格保持食物服务水准的质量，用料讲究，材料新鲜挑选，顾客食得卫生，食得放心，价格实惠，适合各种人群前来消费，经常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可谓是自由新主义，一窝捞天下，众多美食和乐趣等着你，价快点来大行假期报名啦，拜拜。